这里都用20秒。你挡住了。挡住吗？不是得有示意图的。他有示意图，他看啦。看不懂啊。肯定看不懂啦。刚出声。他就问这个脚那里的问题。来，让我来这边看看。拍远一点嘛。这样看清楚一点。做一次那个动作，你不是一个那边吗？那我要搞好这里再一样。这里是把它调固定，怎么调小啊？调窄一点。窄一点。调哪个窄呀、这不是谁有吗？他调这个是干什么用啊？宽窄嘛。看懂英文中文吗？你调英文呢？哎，我怎么按住了？Thank you.